三关要考验的哦。好，第一关就是我们的2600元。好，第二关分数乘以二。第三关爱的抱抱。啊，爱的抱抱。现在爱的抱抱大家都指定我们的豆花妹。没有特别指定。豆花妹有没有假想敌呢？应该就是大家常常帮我拿对比，就是咬咬吧。哦，咬咬，哎呦，像那个，你会模仿咬咬吗？会一点点。啊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沙很大，五六七八，直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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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，哈哈，直直。他感觉像上了飞机。过来，对啊，过我屁事啊！你看干嘛？可以吗？搞什么事啊？对呀。所以待会我们最后这样子，我们让咬咬来挑战一下豆花面。对呀、啊，不让你睡，不让你赢，不让你赢。OK， 这一关当中里面呢，我们第一娃出现就是我们视觉奈，视觉第一娃就是奖金2600。OK， 加油。只得到一分 ，OK。那接下来就第二滑，第二滑是我们分数乘二。好，接下来分数乘二，加油！加油！之前第二滑得到零分。他刚刚多可惜啊，头没有抬得很高，头抬高一点点下去，不要有力道的话，你就停留在三分了。爱的抱抱，跟谁？豆花妹，就指定了。豆花妹，不让你睡，不让我睡不是我的，不让你滑哦，好加油，走，之前你滑到两分，对，爱情的力量太伟大，真的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拥抱不能没有，因为这是个爱的鼓励，来，世璇，好，在没有看分数以前，刚刚已经达到你两分的气球刺破了。豆花妹的爱的抱抱，来说一句话才能够抱。Hi. 来，请说。OK， 有没有什么话对豆花妹说 ？Hello， 谢谢你哦。你不要一直看着我，我还害羞。你原来有在说话。对呀、啊，来抱一下。你好，加油，好厉害。OK， 鼓励鼓励。OK， 抱到豆花妹今天来的目的就值回票价了哈。对。而且帮我们二重的全部如同抱到一样，对不对？想不想抱？想，想开一点。好，先看一下分数来。小杨虽然只有三分，但是要满足了。好，三分满足，佳佳的意思说，因为抱到豆花妹，对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。OK， 那接下来，伟杰，你可以吗？有个要求。要求啊？请拉得把我带好，因为他真的很难滑了。班班。请说，班班，你走过去，他说他是女的。我说是个女的，那我就更不能输了。对，我常讲说搬，他是搬家公司的班班，够赚吧？你要英文男，他在练，真的，他不是练他的胸肌以外，他的腹肌也练得很大。OK， 班班加油，2600奖金，班班厉害。你要帮人家滑，你要拿出实力出来呀！好啦，加油！加油！ OK， 第二滑是分数乘二，这更需要加油了。慢慢有点重量，所以不要重。加油！分数乘二可以得到两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爱的抱抱。王伟杰，你要跟谁爱的抱抱？如果他得到分数的话。豆花妹，哎呀，拜拜，你请站起来，你故作你在做可怜的动作，他还是选豆花妹。他你跳，可能会到一分而已。那
气球不要撕破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停留在三分的话，你就一定要报班班了，嗯，好不好？你要为你分数拿这么高。女生吗？对啊，好强哦！我帮你问一下，你真的是女生吗？我又是啊。有时候我跟她进去男厕所，站在那一边。OK， 那本来你是要跟豆花妹，你看斑斑这么优秀，而且斑斑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最壮的，好不好？那这样我们让斑斑跟你说一句话。